我们刚才从前门回来的时候，猫就出现了，但是怎么换它就是不进来，结果它现在跑到后门这个窗户台上，然后它就是不进来。我们从那个门口阳台喊它，哎，跳下去了。来看一下它是不是要进来？哦，已经进来了。进来第一步是要先吃猫粮吧？啊，来吃猫粮。小猫咪，你眼睛上有眼屎。每次舔脚的时候，把那个指甲就张开来。哟，又看到什么了？又往外看，哇，这天天那个毛在飞呀，在空中。这个小白猫，要把头迈过去睡，不要让我拍了。